啊，了呀，提分气票呢，用个古节个做起酒体沙边，伊个用平安节来做酒体，啊，会提分气氛。如果新一班个彩绘发的，那会来颁奖，还要同学陪酒，大家新一班大家母亲节来做发挥。各种个发的呢是掉头提分来揭露风貌，每天啊研究各新一班个歌。请到台北市三十三张地嘅里长来同台北三张地嘅等同挂名牌，希望以后嘅你咧，台北三十三张地做得事事圆满，家家平安。也系苗栗嘅台北市里头杨新一班来派嘅上下公演装置艺术发表仪式。在上下公演，有配置啊，一个呢哈、啊，就是用平安那个构想哈、啊、来做平安门，另外一个就是圆满来做圆满门。啊，也希望我们的头份呢，哈，事事圆满，家家平安。除了公开上下公演嘅艺术装置平安门也满门，台北市公所咩表扬彩礼发的嘅得奖同学，其中有同学用哪啲阿妹嘅巧言做题材，用塑胶阿妹布嘅艺术嘅纸业来做当地年下嘅阿妹巧言发的，没有同学用马婆娘嘅做主题来彩礼发的，同新年版还有母亲节嘅衣裳表演的发的空。妈妈每天很早，四点五点都要起，而且还要帮我洗衣服、煮菜。那些我觉得妈妈很厉害，是妈祖，还有千里眼和顺风耳，还有加一些油头发。台北新一班儿童五年生日来拍五等奖彩嘅，五年生日做来拍生拍装扮飞，一番通一切，就用奖奖嘅发灯来同新一班听闹热，民众一向以台北市上工业、下工业，还有施工所顺通，注重嘅原装规切两百嘅发灯，感受新一班嘅气氛，客家新闻总之面，苗栗报道。